拿了爷娘的小部分养老金啊，也到湖南去寻老婆去了。今朝一早就出门了，也已经辣盖列车高头了。昨天晚上是一晚上没睡好啊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彻夜未眠啊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太激动了呢，还是说太迷茫了，总归一晚上没睡好。后来早上起来的时候照了一下镜子啊，刷牙洗脸的时候照了一下镜子，感觉整个人啊，这个脸都是肿的，两个眼睛特别肿，我感觉就现在这个形象怎么去找老婆去啊？啊，所以说我以后就不说找老婆了，先去长沙想个办法，认识一个女生再说，认识一个女生先接触起来，对吧？了解起来。那现在车还没开啊，开了的话找个位置坐下来，一大早就出来了，今天车上估计要多少个小时啊，反正晚上七点不到，6:50到嘛，到长沙南。现在到长沙南了，出来了，走个楼梯，提着行李下来啊。现在已经下了高铁了，出了长沙南了，也不能说出了长沙南吧，就是说它这个高铁站也是和地铁嘛，长沙的地铁下面是连通的嘛。我准备去乘个二号线啊，地铁二号线，但是前面那个闸机那里嘛，我准备扫支付宝，知道吧？后来那个支付宝扫不了，我以为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的了，它上面显示要下载一个我的长沙 APP 啊，才可以乘这里地铁啊。后面都是人，那前面没办法，在那个自助闸机上面啊，买了个票。我以为是卡了，后来出来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塞进闸机里面啊，我还不知道了。刚刚准备进后面的地铁闸机啊，我突然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我口罩没有戴，我口罩落在高铁上面了，就是前面那个位置嘛，有块小板的嘛，我口罩放在那个小板上了。那现在还好我自己储备了5个口罩，先找一下行李箱里面，找个口罩，戴上口罩就走了。现在坐二号线了，走了。这里好像人蛮多的，但是女孩子好像不多。出地铁两号线了，里面闷死了。长沙地铁也蛮挤的嘛。上去了，检票口出去了。出去找个地方坐。几号口出去啊？2号口。2号口在哪里啊？出来了，现在走在马路旁边了。刚到长沙就碰见第一个糟心事情啊，这里下雨了，还好下的不大，小雨。那我就快点走吧。找一下，前面地图上找了一下，找个便宜点的小旅馆、小宾馆啊。找到2个，现在大概前面500-600米吧，过去看一下，问问价格，看看当面和他谈的话，多订几天的话能不能给我便宜点啊。阳伞忘记带了，急吼吼的出来，自己也没有，所有东西也没有带全面，阳伞都忘带了，晚饭也没吃，等会找到小旅馆的话东西放好，吃点东西。刚刚已经把小旅馆订好了，不过我觉得称它为小旅馆都有点抬举了，就像一个民工的小宿舍一样的嘛。因为老板和我说40块钱一晚上，后来我和他谈了大概4-5分钟，被我还价还到33块钱一天啊。性价比的话马马虎虎吧，不过价格说实在话是蛮便宜的，自己要算着用嘛。我就没好意思拍。前面想拍的也没好意思拍，把我的那个小包还有小行李箱房间里面扔了一下，我就下楼了，肚子饿死了，中饭没有吃，在那个列车上面嘛，本来想叫一份的，后来我扫码点单一看，最便宜的40块钱，还有一个是45块钱的，
都什么牛肉什么饭啊，黑胡椒牛肉饭，算了算了，现在去填一下我的小肚子啊。马路旁边找一个小店。前面大马路旁边瞎逛逛什么？大马路旁边肯定蛮贵的了。现在来到个小弄堂，看看有什么吃的。这什么肠粉店？肠粉店。看一下前面还有什么小店啊，可以吃啊。这什么？啊，这个不是吃的。哎呀，来了。地铁上面逛了一圈啊，还有前面马路上面转了一圈啊，都说长沙小姑娘长得好看对吧，好像没怎么发觉嘛。这什么麻辣烫啊，哟，这麻辣烫生意不错。前面还有吧，再看一下，前面我就喝杯水下来了，嘴巴干死了。妈，粉面没人啊，这家里面没人呢、啊、生意不好啊。这个小巷子倒还蛮深的，算了算了，随便找一家吃算了。这个什么呢？猪脚。哎，广东菜啊是。哎，白切鸡。老板，就拿一份，我看一下啊。现在没有吃的了啦，大哥。啊？现在没有吃的了，就只有猪头肉和鸡腿饭了。只有猪头肉和鸡腿饭啊？哦，其他都没有了。上面现在几点了？也不是很晚了。是没算很晚了，先吃完了。鸡腿饭什么价钱啊？鸡腿饭那俩17啊。17块对吧？啊、哦，加那有。鸡腿饭里面素菜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有什么素菜？现在白菜，一个那个野菜。汤有没有啊？啊。汤有没有？汤还有啊。汤有啊。汤都下锅了，再吃汤。还有吗？还有。还有对吧？那给我拿个鸡腿饭吧。嗯。吃辣条。辣。是不是？少放点辣。老板娘，等我给个白菜，给我再搞一点。白菜。啊。嗯、蔬菜再搞一点，蔬菜太少了。太少了。啊。那蔬菜都没有了，菜买完饭也没完。嗯，微辣就可以了，一点点。一点点啊。对。那我现在还有些白菜。鸡腿菜饭上来了，肚子饿死了。什么？有一点咸菜，哇，这个是黄芽菜嘛？昨天老妈包的大白菜饺子，今天又吃大白菜了。开动了，开动了，饿死了。这个鸡腿饭啊，性价比蛮高的，老大一个鸡腿了，都是鸡腿肉，肯定比那个列车上面40块、45块一份的那个牛肉饭性价比要高多了。还有碗冬瓜汤啊。嗯，正好当水喝。等我吃好，现在附近先逛一逛，熟悉一下。嗯，